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年度半壁江山主播孵化器，他们被称为东北喜剧小品的摇篮，他们是电视屏幕上的笑点担当。如今他们占据了直播的半壁江山，天生段子手，自带表情包，让直播成为诞生喜剧爆款的全新舞台。恭喜获得2016直播新锐影响力年度半壁江山主播孵化器的是辽宁民间艺术团。